请讲师慈悲，请道鞠躬，尊道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。请坐下。有。
教导阮，咱来想看卖，这变化有变无？嗯。咱变，讲实在话，我们来想想有道理吼。啊，那咧这个大环境咧，你讲咱大家拢知影，这新冠疫情以外，天灾人祸是做哪些？哦，战争、有地震、有水灾、有风灾、有火灾，而且咧，这一个来，拢非常严重，这种。这种感情的这土耳其大地震如何吼？伊这地震应该是讲爆发西域，就是咱们国的爆西域。咱刚才死几个？一摇嘞，四五十万人，够恐怖。那视频是讲安尼离咱太远嘞，安尼感觉无啥物事，咱来搁来回想这东西，921大地震的这事情，咱就真是。那一阵南国九二一大地震，我们那是负债，你来回家，啊，都等来了，跟你讲，你安提了哦，啊，看到规排哦，路基拢空山，挂脱，死皮啊，我死皮啊，啊，所以哦，迄就是你讲，啊，当地震了以后，你叫啊，无简单，啊，以后咧，无搭一个，啊，大概是习惯以前的习惯是安尼。啊，烧就烧袂，烧袂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啊，当然啦，咱唔免讲，哦，咧烦恼啥物个，是个烦恼太简单，是咱太做了这个形象啦。就是讲，咱今仔日做这个关，够遐容易。讲实在啦，以后咱是都一旦继续安尼保持落去，有这个意愿，谈落来了凡事都，咱感觉无止，当然有加。但是咱慢慢讲啊，我一直咧烦恼，我是一去啊，个咱是做，至少咱现在爱好啊，去啊把握，啊无人，有个人在讲出话啊，话就想出讲啊，要把握当下，这个当下就是这个时间的当下，这个当下就是讲咱念头这个当下，所以这已经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啦吼，啊来跳两节。那今天我要跟我们共同研究的地方叫做春回大地，观回五星，和八地比相。我打开就哦，这个地方不止一层的，但是要念无我那念的是第三个顺啦吼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咱大家拢知影，今天的班叫做新春集中班，那个是在临时。哦，那临时就是有一个志向，有一个目标，咱一个人。我有一个目标，咱到底要行对对家己，咱真正是唔知道。人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修道同款要有一个目标。啊，所以咱讲到爱有志向。过去咱国父甲咱讲一句话啊，讲啊嘛，讲爱人爱立大做大事啦，立大志，我爱立做大事，哦，爱立志做大事啊，什么叫做大事？是毋是像郭台铭的企业安尼，遐尔大，迄个大事，迄叫做大事业。啊，是啊，像迄个赖清德吼，啊，即摆已经选总统啊，调啊，来做总统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大官。讲实在，咱啊，啊，总统真正官啦，大官咱做一样啦，不是迄个官大啊吼，大官吼，是来讲已经到啊一个阶，要看的这个阶段。也不可能去选世界总统，哎，你们都不可能，总统最后对咱台湾的总统，人家讲嘛都讲啊，人要做大事，不要做大官。你做大官嘞，不会讲单位就另外一种，做大代志才是主要的例子，他哪里生意做大代志？是做大事讲啊，如果生死是真大事，其义该是可参详。除了讲生死大事以外，啥物拢都可以尝试。但是，咱世界上的人有偌济人了解个即个啥物叫做生死这个问题？通常啊，咱咧认知个就是讲啊生，就是讲啊咱出世，这个就是生。啊死呢，就是咱即个开经登记啊，无法度度活在即个世间啊。啊，世间人嘛是对着即个出世这件代志，甲死亡这个代志嘛作重视嘞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咱若出一个囡仔出世了吼，
南无贵时阵啊，贵气，贵气啊吼！南无贵时阵拢会请亲戚朋友，对嘛吼？食迄个满月酒，啊，若是十五讲容易啦，啊，若是做囡仔嘞，讲嘛好啦。但是做个敢会安尼讲？应该是这样啦，咱年轻平等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啊，所以不管是讲啊，生查甫还是生查某的吼，啊，我拢嘛有在送啊，咱女朋友送，哦，送蛋糕啊，有无？所以即摆已经等于啊，四个，四个中西会，会啦，嘛是中西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中西中西安怎，请五尊靠请。因为啥啦？伊是要予人看，要看生人白，所以做重视。伊爱讲吼，咱这咱厝内面个，啊，咱拢无咧甲注重。所以过去个时代，我囡仔时阵，遐人去打，人去打球，拢过请镜头来，啊，当遐个游街，后尾啊，人去看。所以伊感，伊感觉就是讲，安尼我叫做友好，安尼叫友好。所以我来重视，但是敢是真正心术大师？当然不是啊，咱五祖皇帝在书里讲啊，说人生世世代，你一定要进入福田，福田出离生死苦海，自生自灭，福德可言。咱若从讲讲，就是福德，咱才发生死。啊，当然凡事变动啊，你讲哎，脱离了生死轮回这件代志。所以咱老师咪甲咱讲啊，什么上苦？世间什么上苦？当然是轮回上苦啊！啊，既然是轮回上苦，不离生死轮回这件代志，叫做大代志，是大代志。啊，为啥你安尼讲呢？咱今仔日讲，简单讲就生死。生死这两字，除了讲哦，脱离生死轮回这件代志，叫做无生的人。啊，生死就是讲咱，咱人包围了了，啊，多少解脱轮回的了，多少呢？解脱轮回了，都等于去变成西方，登西方。我登西方就是伫阿哩享受，阿享受了，阿哩后尾又再来轮回，阿哩叫做超脱生死嘛。我咧求道时阵，拢会阿哩讲啊，你看阿都，咱遐人变着了，可以玩。现在过来生，后尾又再来死，然后脱离了生死轮回苦海。但讲是阿哩讲，好，咱就要讲到个，阿即生死。当然，就是咱讲咱人的这个心未心嘛。当咱哪种起这个心未心的时候，就是讲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心的，有一个生死。当咱讲一个念头，有一个生死，有一个讲安尼。当然解脱，你这个真正解脱，咱讲嘛，在这个人间的净土啦，这种建立的话，咱就是放了了，飘飘上天。所以当时我。拜五祖五岁时，伊去到遐个第一古位个咱五祖面在说啦，讲伊在遮一个大智哦，为求造福，不求利福。当然，伊的意思是讲，我要用这个造福做这个相。伊是讲，当那个人做造福了后呢，当然我就是解脱这个生死。而且咧，用这个目标去行，这是一个大智哦。他当中无用，伊因拢是主要的代志，所以这大伙啊，甲咱报告就是讲，好，啊，若要较具体讲的，就是讲，咱今日就是咧修办生死的代志，咱是上做那个活动，咧办这个生死的代志。啊，如果若准备当对头啊、到尾啊、彻底关系，安尼个是代志。啊，我安尼讲。上面就是大事，讲哪几件大事，其他做到位啊，特别完成下来，安个是叫做大事。讲伊无讲啊，上面做上面大事，伊无讲做上面大事。不几个，咱讲这生死大事，对于他做到位，特别完成，不简单做。有当时啊吼，安尼讲小学时阵就好啦，小学时阵，咱刚才是几岁小学？伫个金光经内底，伊就讲着。就大生，叫做金牛生，就是其中之谁啊？然后其他呢，咱都唔会讲，都是这样做。所以是
哦，安尼，安尼，安尼，一直累积来，一直累积来，头头啊，安尼收埋，到尾啊收息，那是做起来不简单。但是咱讲咧，对头头咧，撇脱关系，讲实在，你若不讲，做起来坚定的意志甲决定，就困难，无用。但是困难敢爱做，啊，困难嘛是爱做啊。所以为什么好啊？你在那边安尼写，有当时啊，咱就一件小花代志，要甲关系，就困难了。咱卖讲啥，咱讲有一个，有一个主角，有当时啊吼，咱咧先生做伫咱厝边吼，啊，某物人在学主角较好，哎，伊嘛是讲话袂歹哦。但是呢，是规日啊，可能呢，就无准时。所以呢，咱就讲一句咧，心得如初，心得忧。初心已发，始终难持。有一个人，伊是写文章，我啊，你敢会用安含伊斗阵？啊，斗阵一个久就生感情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有一天写文章要死去，啊，死去了后呢，感觉非常悲伤，所以伊要想要甲用一个作品来装点的这爽的，哦，那个爽装啊。伊想要甲用安怎用火烛，所以就捡一挂柴，啊柴捡来了就开始烧，啊烧烧了安尼，愈烧愈香，愈烧愈香，啊到尾拢来食食嘛。哎，咱来想看卖，头伊的发心有好无啊？有好啊。咱会问一个道亲的囡仔，疫情之前我都有去，我。以前的之前就是高位，啊，其实阵伊差不多是五位左右嘛。啊，你这个小朋友呢，作动，作动就是话呢，无代志做，就那干嘛做来做去。哎，你话其实呢，提一寡零嘴吼，啊，伊也特别好好食。啊，即位伊妈妈，我们来困觉啊，点困觉点用啊，当做进来，当补食。啊，因为这小朋友吼，伊那个。妈妈吼，我爱好食啊侪啊，所以控制爱种面，但是你那样控制一点，爱控制。所以呢，伊就干呐，我阿个就讲吼，啊，既然安尼呢，我就他们这些小朋友做一个福建啦，因为足聪明嘛吼，我甲讲西听，咁啊，讲啊，你看孙奶奶我妈点点食，点食食，看点食，爱皮系好。你敢好啊？伊点头啦，好，讲好，还是坐。啊坐哦，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哦，哎，啊，但是坐，坐二十分钟了，开始咱十五秒来摇起啊。伊刚刚刚点头来，点头来，还是不落来。到我二十五分钟的时候，我甲讲，啊，剩五分钟了，我甲讲起来，坚持哦。但唔过伊左向右，左背还左撞出来。伊话再剩五分钟，但唔过冻的。总之都是自己填填啲嘢，即系故事哦，足够玩，本来唔加呢啲嘢。啊，所以哦，我嘅意思嚟讲哦，咱对住啲小事，就系讲我谂下，公事就系咩？咩事啊？但系你对头头做到位啊，咁样先系用，咁样做嘅就系公事。咁事就系咁样，都系打工，你最好配合人哋啦。对人中人，中人就是讲。过年过了后，还可以当上路。咱听听报道啦，吼，就讲，咱咧统计过政策的统计，就是讲大家拢爱，拢爱一个人平均过年啊，拢他都会三公斤。啊，各位先生，你知道安尼无？哦，啊，为啥物我当做安尼？因为我当控制饮食。过年就是安尼，咱放假，包钱食，平日就是安尼做呀。啊，拢重视准备。啊，哪讲啊笑啊咧？哪听？不知不觉，咱都买咧大，做些物件。啊，你袂肥吗？会啊。哎，个讲，最佩服另外一个人讲，讲一个人啊，大课了后结束，啊，一我都读书读下来。简单无？无简单啊！你那那
结束了，考试考了，拢会安怎办？哦，我想你看一下，你还是在对对在里面，哦，不要去写你里面，当然你要去做做。啊，为啥呢？这个呢？你看，公安呀，因为伊随时当归你，随时都能够归你。一年一年，这个新春去用班，一单过一单，一年过一年。